ela. Sommige. Want sommige. Want sommige. Zo.你闭嘴！不，你闭嘴！我来的不是时候，我打扰你们俩了啊！继续，啊，继续！远方，远方，你听我说。继续。 好的，拜托了啊！好的，又来活了。对年轻夫妇的感情纠纷，你看看，能调解尽量调解吧啊！你还不如再附上一条呢。此案不准离婚。我现在有情绪啊！我有什么情绪啊？如果法官已经发现夫妻之间有强烈的厌恶感，法庭就应该配合他们，让他们迅速解脱出来。总调解什么呀？
调节是法律的原则，它确实有效，可以避免很多矛盾。只要一涉及感情这个问题啊，处理起来就不要太随心所欲了。那也不能限制人们的情感，控制人们的爱情吧？我说了吗？我说了，调节就是限制人们的情感了。 找刘远峰向他认个错，愿打冤骂随他，只要你那原谅我就成了。本来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再说了也没那么复杂，我跟他道歉。如果刘远峰他要向你提出离婚，你怎么办？绝对不可能。 小梅。 杨法官，是我，您还记得我吗？你好，我在这儿等您半天了，我想跟您谈谈。不是，不是约好你明天来？是是是，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今天就想跟您谈，我求您了。你看我们都已经下班了。可是您看我那么好一个家就给毁了，我心里真的特难过。杨法官，我求您了。 倩倩啊，你下班有事儿吗？行，你到接待室找我吧，我在那儿等你啊。好。哎，谢谢你。拜。我真是没脸见人喽。我跟你说。 我前天我亲眼看见，刘远峰，你冷静一点。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书记员于倩倩。哎，您好，您好，您好。这位是刘远峰。哦，我前天从外地出差回来，我一进门，我看见我妻子王小梅和我过去的朋友唐龙，他们两个在我家里头。 拥抱、接吻，这简直……你确信自己没有看错吗？一个是我朝夕相处的妻子，一个是我过去的朋友，后来在我公司做职员。 现在辞职了。那在此之前，你没有一点察觉？好像有一点。我跟你说啊，从去年秋天开始，他跟我说啊。
他公司的事儿特别忙，哦，他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公司搞设计加工什么的。他说他晚上得加班。加班，这有什么反常的？哎，他以前从来不这样，每天都比我先到家。他从那时候开始啊，每天出门之前都化妆，他原来从来不化妆。然后他还没完没了的换衣服。 还有呢？我觉得吧，这种微妙的变化绝对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别人。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自己认识的。其实我们俩以前感情挺好的，真的。你刚才说唐龙曾经是你的老朋友。 后来又在你们公司待过，辞职了。哦，那你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我不想提他，提起他我觉得晦气。唐龙他就是一人渣，就是一痞子。那你说说你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小梅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女人。 又聪明又能干的，那他怎么会喜欢上唐龙那样的人呢？是啊，我也觉得不可以理解。哎，你好，啊，王总啊。 哎，您好，您好，您好，对呀，易千见，咱不是说好了吗？哎呦，您对我办事您就放心吧，王总啊。好的，我肯定的按时给你打过去，好吗？好的，哎，好好，尽快。啊，好，那您先忙着。好嘞，好好，多多保重啊，王总。好好好，好。 小感觉不错啊，再见。在这之前，你们有没有出现过问题？比方说纠葛、打架、分居？没有啊。那有没有什么预感？ 觉得有什么不对、奇怪的地方？从来没有。那你发现他跟唐龙走得很近，有多长时间了？两三个月。两三个月，你都没有向他表示过你的不满？开始吧，好像是有一点，但是后来也觉得没什么。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说这些都是我的错，是我无能啊？哎，我跟你们说，我是受害者，受害者，知道吗？是你找我们谈，你知道吗？现在已经下班了，你什么态度啊？这样的，你觉得你们的婚姻真的是无可救药了吗？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看见的都是假的呀？ 我眼睛有毛病，我幻觉呀，我。这得问你自己。不是你这是……我警告你，这是在法院。你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首先你要冷静，要自重。如果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可以让法律替你解决，但是首先你要尊重法律。是，对不起，对不起。 王小梅，她把我们这个家给毁了，她把我们的婚姻给毁了。真的，我从心理上、生理上，我没法接受。这样的。
我还是得提醒你，你有义务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小梅呀，你呀，只有自己劝自己了。这女人呀，就这命，你这辈子呀，要碰上这个男人呀，理解你呀还好说；你要碰上这个男人，不那什么，也没办法，只有自己劝自己。请进。哟，杨法官啊，大姐挺漂亮啊。哦，请坐。那我上车再看看去。哎，最近挺忙吧？我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啊，是要了解一下你的婚姻情况。是不是也让你上了心呢？其实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事情闹到这份上，那就离呗。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呢，是希望你跟刘远峰能够推心置腹的谈一次。如果你们之间有裂痕，看看能不能弥补。那如果说是有误解，能不能把误解挑开了？这样可能大家将来还能在一起。毕竟结婚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们还有感情，就不应该轻易放弃。你说，真的谢谢两位法官对我的关心。唉，现在离不离婚不是我能决定。那你能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没什么可谈。难道你就不想为自己的婚姻做一些努力吗？我的婚姻已经掉到泥坑里了，不想再分钱。再过五天，就是我跟被告王小梅的结婚纪念日。本来我是想提前回家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可是没想到我回家以后，在婚姻中，忠诚无疑是最重要的。任何形式的不忠都会对婚姻造成伤害，这一点连婚姻法里都有规定。鉴于我妻子王小梅的行为已经对我们的婚姻造成了伤害，我没法跟她生活在一起了，所以我要求离婚。现在由被告答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站在法庭上和我的丈夫刘远峰打这样的官司。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和刘远峰的婚姻生活一直很幸福，连争吵都很少。我相信这一点刘远峰也不会否认。那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都没来得及去想什么。我承认我没有及时的制止唐某，这是我的过错，可是并不代表我背叛了我的丈夫刘远峰啊。这件事发生以后，我觉得很对不起刘远峰。我相信只要他愿意听我解释，我会把一切告诉他。这一切也可以解决的，因为以上几点原因，我不愿离婚。在这里请求法官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原告刘远峰，你能提供证据吗？没有。被告王小梅能提供证据吗？我本人就是证据。我的心和我们以前善待婚姻就是证据。现在开始法庭辩论，原告刘远峰发言。
这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辩论的？我就是要求尽快的离婚。这不公平！难道这么多年的感情生活，你就不能原谅我的一次过错吗？何况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刘远峰，难道你对我一点没有感情吗？你倒说句话呀！你明明知道那天看到的那是一次意外。如果是意外，这个意外也是你自己造成的，是你给唐龙机会，让他一次一次的接近你，才有今天的这种局面。你胡说！法官，鉴于被告的这种抵赖，我要求出示证据。你刚才不是说没有证据吗？刚才不是时候，我想现在出示。归附法庭调查，可以出示。法官，我这儿有两份证词，一份呢是被告所在公司女工的证词，他们证实唐龙曾多次去王小梅的办公室，而且每次逗留时间都超过20分钟。还有一份是我们小区保安的证词，保安证实呢，唐龙经常趁我不在的时候去和王小梅见面。是出于什么理由让你们俩能这么频繁的接触？这只是很普通的朋友见面，唐龙遭遇很惨。再说了，唐龙是你刘远峰的朋友，我才会接待他。你说清楚，你是接待还是接纳？推诿、狡辩、抵赖，这不是你的风格。我说的是事实，你要不相信，你可以找唐龙问去。你让我找唐龙，亏得你说得出口。就目前这个案子，我觉得我们应该确定一下工作重点。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要了解清楚，这个当事人刘远峰的陈述是否属实。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你觉得呢？唐龙是个重要的证人，我去找他吧，你去找王小梅。我是说，你们女人和女人之间可能谈话方便点，没意见吧？好，咱们行动。你说蔡姐，我怎么就这么背呢？这事儿啊，你得往开了想，可别自己难为自己。
能不能用点心呢？啊？怎么弄的这是？大家抓紧时间了啊！用点脑子好不好？今天请二位来的目的是进行调解。坦率地说，经过上次庭审，我就看出来二位的婚姻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相互中缺乏信任，唐龙事件是跟我是催化剂。对夫妻来说，人这一生要遇到很多沟坎，并不是每次都以离婚作为最后的解决方式。如果你们二位能携起手来走过去，你们的婚姻将会更好、更持久。人哪能不犯错呢？关键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不是相互埋怨。我希望二位能珍惜你们的夫妻感情，是不是能通过不离婚来解决你们的矛盾？刘远峰，你是否愿意考虑法庭的调解？坚持理由。王小梅，你的意见呢？随他。既然双方已经在婚姻解体事宜上达成共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财产分割问题。你们商量好了吗？瞧您这话说的，商量好了，我们来这儿磨牙干嘛呀？刘远峰，请正面回答问题。是，我们还没商量好呢。反正呢，事儿你是做了，王小梅也不会改口。咱们俩的账再慢慢算。你自己看着办。办。不行，我写还不行吗？好的，我的金属。
来这个刘远峰是铁了心要离婚的。我觉得这个爱情和婚姻啊，其实是两码事儿。爱情嘛，任何形式的不忠都会产生矛盾，但婚姻不同嘛，两个人既然在一起，既然结了婚了，就应该相互之间学会包容点对方什么东西，你们说是不是？哎，老黄，你过来一下。好，我记下来了，谢谢你啊。看一下，没事。是刘远峰今天新递上来的证据。唐龙。啊，倩倩，你给王小梅打个电话，让她来一趟，让她看看这个刘远峰的证据，我们要进行论证。我看，这对夫妇悬了。以下皆由本人在意识清醒、无外力胁迫情形下所写。2005年3月4日，与王小梅在刘远峰昌平建材公司办公室结识。2005年5月，在安宁桥小岛咖啡厅与王小梅第一次约会。2005年7月。在和平区港口宾馆与王小梅发生第一次性关系。2005年11月14日上午10点30分，在刘远峰家中与王小梅约会时被刘远峰发现。以上情况属实，立此为证。唐龙，这是他编造的，根本就没这回事。唐龙在撒谎，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你否认唐龙的证据？这全都是假的。请法官把唐龙给我找来，我要当面跟他对质。你最后一次见唐龙是什么时间？哎呦，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想不起来了。你好好想想，对你这个案子有帮助。哦，这些日子事儿这么多，闹得我脑子都有点糊涂了，一点印象也没了。那好，那你回去想想。哎，好，有事打电话。哎，好，再见。哎，啊，你们留步啊。哎，虽然没找到这个唐龙啊，嗯，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再开一次会，看看双方当事人的态度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总觉得这个唐龙的证词有些问题。由于被告的所作所为，使我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事业上都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请你陈述事实。唐龙是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同时呢，他也是下一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由于出现了这件事，
唐龙离开了公司。唐龙的离去给我们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呢，我要求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归我所有。另外，我要求被告赔偿过错损失50万。被告王小梅，你有什么要说明的吗？我现在才明白，这是一个骗局。唐龙的证词也好，刘远峰刚才的陈述也好，都是这个骗局的一部分。刘远峰，你费心了。被告，请注意自己的言辞，不要被原告人身攻击。法官，我同意离婚。我在一天都不想看到这个人，但是我不同意赔钱给他。不管他上诉多少次，我绝不会轻易让他得逞。我说完了。鉴于被告和原告双方分歧意见较大，建议你们回去再考虑一下。我没什么考虑的。杨烨，这个案子你是主审，先听听你的。从庭审上来看，王小梅和唐龙的真实关系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可是这个王小梅否定了唐龙的证据，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他们俩之间有一层关系是我们没有捕捉到的。而这个刘远峰也并非像自己说的那么简单，完全是个局外人，弄不好这案子另有隐情。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唐龙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失踪呢？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刘远峰在庭审时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可是他的手抖得特别厉害。王小梅同意离婚的时候，刘远峰特别激动，他是因为离婚有望才这么激动吗？还是因为他有什么别的原因？
是在行贿，你知道吗？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对不起，我向你道歉了。